果然没看错，你就是李相夷。今天我定要杀了你。今日我心不与你动，就尊上要紧，来日我再与你算账。很多事情我还没有弄清楚，我不希望你因为我受了伤。谢神殿，今天不给我个合理的解释，信不信我此刻就为我爹报仇？今日你我就如此。就算他真的和宁佩深在一起，也不能代表他就是金渊盟的人。徒弟打师傅，大逆不道。师傅，你觉得自己担得起这二字吗？臭小子，这相皮太好了。我这个肋骨好像断了，你过来帮忙。小红书。